北上人拜堂。欢迎你。嘿，大家看一看，这是我的最喜欢台湾菜。你妈妈常常做什么家常？家常菜？高丽菜。高丽菜。Cabbage。哦 ，OK。你知道你知道怎么做吗？你可以教我吗？就是先洗干净，刮水然后就煮一煮炒，或者是如果用炒的话，那先加一点油，然后炒进去，然后加盐的话，高丽菜就会软。啊，真的吗？你吹的辣辣的吗？不会啊。我喜欢辣到辣的菜。你常常吃辣辣的台湾家常菜吗？不会。我觉得牛奶跟辣辣的菜很好吃。你也觉得吗？如果你吃很辣的菜，你做什么？怎么办？太辣的话，喝冰水。冰水啊，很好的点子，很好的点子。你知道很容易，而且很好吃的，的菜，妈，可以教我，妈，可以做蒸蛋，蒸蛋，啊，打蛋，然后加点，加一些喜欢的东西进去，放电锅，然后按下去就好了。我们都喜欢蛋，所以我觉得很好的点子，谢谢你，谢谢，你很酷，谢谢。我们想问你问题，有关。有关家常菜，所以家常菜，你喜欢做台湾家常菜？我们也想做中国菜，台湾菜、中国菜，可是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你可以教我们你的最喜欢台湾家常菜吗？夏天呢，那叫方便菜，因为我是 single， 单身。那我会夏天有那个丝瓜，丝瓜有一种瓜啊，丝瓜，你再跟他解释啊，丝瓜。那丝瓜这个东西，这个食材呢，夏天吃起来很舒服，可以把它加海鲜，虾子、蛤蜊啊，然后加葱末，然后再加面线。它有菜，有海鲜，你也可以加肉，然后也有主食，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道食物的晚餐或者是午餐。你可以你觉得三个人够，四个人吃够？都可以煮，量是由你控制的。像我就吃半条，如果两个人可能就吃一条，三个人也许就更多，这个量是可以。斟酌的，可是我是一个人，可是我很饿。就是可以去买一条，然后切一半，然后煮。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食材，蛤蜊，然后呢，或者是后葱啊，或者是肉片，还有虾子都很对味。虾子，然后一定要加上葱，味道非常美味，非常美味。非常 nice。 你觉得这个菜很便宜吗？很便宜，很容易吗？因为我不好的做饭，我做饭做不好。非常便宜又好，很好，非常便宜。是，又有菜，又有蛋白质，又有淀粉。对，面线记得要买面线啊，细的面线。我们今天晚上吃了。好，好。还有我常做的很方便的一个是豆腐，红烧豆腐。你觉得可以放豆腐？豆腐很便宜，又营养又高。牛肉很贵，所以牛肉所以放豆腐。牛肉我也吃，牛肉的话很方便的做法是，把牛肉呢用酱油，然后加一些香料，然后要揉一揉，在那个。塑胶泡揉，让它柔嫩的，让肉柔嫩的，然后嫩的就是让它吃起来口感比较好吃。哦 ，OK。然后呢，
就是下锅去炒，然后加葱，很多葱，葱，因为拐子可以去，很多葱，你知道吗？葱，你知道这个东西吗？葱，葱不是虫。我知道葱一样稠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，我们吃了。对，葱爆牛肉，啊，那很简单，加油。加牛肉，加葱下去炒炒炒，我看煮起来了，下饭。也可以，可以吃，可以吃跟可以吃个白饭。对，吃白饭。面也可以。加面当然你要煮牛肉面的话，你可以吃加番茄。所以。加番茄加牛肉下去炖。然后就可以变成番茄牛肉面。我不习惯汤，我觉得白饭比汤好，所以。我不想放面，我就是我喜欢碗的，你懂吗？台湾的面很好吃，我喜欢面，我喜欢台湾的牛肉面，可是我不喜欢汤。我喜欢汤。我喜欢台湾的酸辣汤。我觉得我不喜欢美国汤，我喜欢台湾。台湾美食好吃。还有呢，你还想喂什么菜？蔬菜还有豆腐，很简单。刚刚讲到豆腐呢，切一片一片的下去放油，然后煎，煎让它有点金黄色，你要翻面，先放下去，然后再翻面，然后再加葱，加上酱油，好吃。你做饭做的还可以，很好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我妈妈很会做菜啊。你的儿子是？我没有，我是你没有。对不起。我未婚，对。如果你叫一个男朋友，我觉得他会很高兴。男朋友都觉得我不会做菜，所以不娶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我觉得好像不会做。男生不敢追我啊，对他们觉得我好像要享受。他觉得我是享受型的。但是他不知道我会做这么多菜。我想，我也不说。我想唱你的男朋友，因为我想吃。你太小了，你太小了，小朋友。小朋友。我们看看西瓜在哪里？这个是西瓜。这个是胸，这个是小胸。小松、大松，这一个是台湾的面线。面，看看有面。这个是黄色的面，端端端端的。这个是小小的面，很长的面，白色的，好像很好吃。这个是。这个是冬粉，我觉得这个最最好吃，也最健康。这是油。好啊。好吃吗？这是台湾的家常菜吗？不算是家常菜，算是小吃。台湾的一个算是比较，台湾人比较偏夜市文化的小吃。台湾的家常菜有不断的来。没有，这是我们的小吃，街边小吃，就像香港一些路边摊一样。对，你是台湾人？对，台湾人。谁教你这个菜？我们老板。哦。老板在这里。你也买这个食材？对的，你的工作的食材，你买还是他来？菜的话是我们老板会买，然后我们在厨房厨房带过来。什么地方吗？在四川的，在广东。广东这个古晋，不是跟，其实跟那个四川那边的。如果我想做，你想做？我想做你的工作。可以啊。你觉得我可以做？可以啊，应该我可以教你的。我教你就好了。你们，你
你们给我很多针还是一样照薪水啊？一样算薪水啊？我没有问题。你妈妈常常做什么家常菜？我妈妈就一般的炒青菜啊，一般在家里炒青菜，或是煮一些像卤肉饭的卤肉，你吃知道吗？卤肉，卤肉，卤肉饭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喜欢做饭吗？有点不喜欢，很累。因为你的工作是做菜，所以你不喜欢做菜。真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。那个四分之一有七样菜的。谢谢。你有点好吗？